边是你的这样。你好棒啊、哦！给我们看一个速度型人士。Morning。喂，真小。Morning。Morning。不行了，要投球啊！要投球啊！Okay. You want? Okay, no. 真人比照片好看。Yeah! Thank you. Thank you.耶、yeah, 各位，我们现在人呢就在第三路，猜猜今天是什么品牌带我们来玩呢？哈哈哈，很兴奋很兴奋哦，这一次呢终于可以跟到咱们一起来玩了呀，上一次错过了，上次是你来的吗？对，上次因为刚好我记得我要飞出国，然后没有跟到咱们一起去玩，而且那个活动我蛮喜欢的，就是捡垃圾，这一次可以跟到咱们一起来迪沙路玩呢，真的很开心。我一到酒店，因为真的很累你知道吗，不是来活动累，是因为这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真的蛮累的。那我一开门，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整个醒啊！原来不是我累，是没有东西让我醒。哇，这个礼物真的是，我想跟你们一起看这么大份的礼物。就是呢，我们一进到来呢，这小桌子就看到了。这个拉米多，这我没有猜错，一定是电风扇，哈哈。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 charger 吧，没有错。给你们看这个，嗯，开心。噔噔噔噔噔，哎，哦，怎么好像变矮气啊？你看 ，OK， 给你们看，双眼发光，天哪，这个是那种沙滩包，而且，只有我们才有耶。沙滩包之外，它里面有一个小袋子，全部都是防水的，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呢都是出海的，所以我也很期待，因为明天的活动呢还有 snorkeling 啊，那些就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活动。这边还有一个小包，然后整个就是超级无敌好看，超出片的，你知道吗？哇，哎、欸，菜，嗯，是两条毛巾耶，两条，哈、哦，毛巾用钱是不是？ Oh，是冷妹的毛巾是吗？绿超明显，对，超大个，有有有，对哦。还有一个更开心的，带你们去看。这都是哇，很兴奋哎，而且很感动哎。给我们看这个，哦，你知道有多开心吗？这个感觉就像这个酒店是你的这样。这一次呢，他也给我们很多产品，这是 extra size， I think 这些都是那个旅游包装的，太适合我们了。假如呢，你的肌肤很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长痘痘的地方啊，买它的 concentrate 这个真的很好，我已经用完两罐了，还是很喜欢它，就是让你肌肤稳定到不行的那种。然后我的爱，这个真的是我的爱眼霜的 concentrate， 能用空瓶啊无数罐，就是我觉得抗老的东西啊跟眼霜啊这些东西是不能省的，千千万万不要省。我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是我第一次用的，哦，我觉得我蛮感兴趣这个的，我没有用过冷妹的防晒，是我第一次用，所以我明天可以 try 一下。这个我也没有用过，这个我也听过很多人讲很好用，这个是护唇膏。I think 这个应该是有颜色的，没有错的话。I think 它有一点 bling bling 的，不懂是它的外包装。现在终于体会得到被一个品牌宠爱的那种感觉了，就是来从头到脚的照顾到你，很好很好。看一下这个，这透明的有点 glow， 真的很好闻。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膏状的味道来的。还有一个球，这种包就是给你消水肿的。然后今天的活动其实都很简单，我们等一下呢就是7:30集合。现在哦。要6点了，集合了，我们一起跟大家吃一个 dinner， 吃了 dinner 就休息了，今天的一整天就这样，然后明天才是到我们正式的活动，开心耶，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家酒店安娜塔拉，虽然我讲我早上已经洗头了。
好吧。等一下还要再重多一次。他们讲等一下的晚餐会很好吃，很期待。你看，我跟你讲，有蔡长永在哦，就是非常的幸福。他会帮你拍很多好看好看的东西。他现在飞空拍，他不要理我，他在肉上哈。可恶 ！Hello， 没啊？哇，你在帮我拍耶，值得耶！拍好像怎么样？你好棒哦，你好贴心哦！有几个人会用空拍？好了，称赞完了，我要去大便了。等下见，画好了。今天的妆比较属于简单一点，感觉是自然妆，然后也没有遮瑕，就遮了我的痘痘印，手痒去挤了两颗啦，真的是可恶。好，去弄一个头发就好了。帅哥，这个迪娜打扮就是这样，会穿个船裙，配了一个高跟鞋呀，就是全白，配了一个小包。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画这种没有内眼线啊，没有什么眼影的妆啊。我这个眼影叫红红哦，是我的口红来的，是想说今天不懂为什么就想要这样。干嘛？我们现在前往晚餐的路上。嘿嘿嘿嘿，哦，看到有人了，应该是那边。摄影机拍我妈妈准备好。对对对，我要把我相机收起来了，要装装一下。到我们的晚餐地方，看哪一个 welcome drink， 我们的座位就在这里了。先生，我来玩的有。宁宁，你这样子，他们的粉丝会打。没事。这跟宁的粉丝会打。Assalamualaikum。哎呦。I'm coming in。好热。真的很热，忘记带人妹的小风扇出来了。哈哈哈。有小面包。啊，我对面是谁呀 ？It's me。好饿。好饿，谢谢。买。哈哈哈哈哈。阿弟，阿弟，阿爸干的。啊。阿奶奶。干。叫到阿弟，手里手里干干。干。我们现在呢，就要 dinner 了，给你们看，今天很多人哦。有 Cici。Thank you。哦，这是 potato 哎，哇哦。Marshmallow。看好一个主食，这是我们叫的西巴斯，可以说真的非常的好吃。So very nice， 很好喝。早安各位，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做呼啦机，做运动下，大家很饿吗？我这边拍耶。什么意思啊？这个是真的 coconut 哦，哎呀，看那个 coconut 怎么样？ Okay. 看天气啊。哦、oh, ，现在是 calm。我都没看到 coconut， 一粒都没有。要脱鞋子哦。脱鞋子哦，给你们看一个睡不醒人士。你看眼影，这里也睡不醒啊？什么？你眼睛肿肿这样。真的没？呀，完蛋了。我们已经运动好了，我整个脚还是沙。现在去吃早餐。哇，这个妈妈也太可爱了。Hello， morning， morning， morning。哎，超，你看他，他跪在他镜头前面，很可爱。这个是我们的招牌，它的名字叫 Ginger。Ginger， 来讲。Ginger。早餐拿了一个我平时超级不会吃的东西，这不可能在我早餐出现，可是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哦，好幸福啊。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酒店餐厅早餐，每一次都哇，你这么叫小的是不是有点幸福？很爽，很爽，跟美女吃东西。现在也要用冷面的产品了。
最爱的颜色。涂它的 tonic 这个呢 ？tonic 是水哦。对 ，tonic 这个还有修复整个脸的吗？哦，涂啊。你自己不会涂。我最爱它的那个旅行装，然后最爱的眼霜。我用眼霜啊。我用什么？我跟你讲，这个眼霜应该是从我几岁？用很久。用了几年呢？想一下，应该有三年。选一个宝贝们看清楚的 concentrate。假如你的肌肤不稳定，真的用它。我一再用它，我去冰岛的时候脸超级稳定，不会长东西。这样一汤匙就好。我。擦在脸上，哈哈哈，很爽，我讲，这个可以让你的皮肤一秒变美，涂金香 ，brush cream， 叮当，都是我自己带的，他们给 soft cream， 涂一下脸，哇，我的皮肤好哦。最后最重要的来了，我第一次用他家的防晒。它的防晒很轻薄，这个是 SPF 50 PA 加三个。好了，耶！我们现在呢在罗比集合，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 snorkeling， 超期待这一环节的。可是我看到这个天空有点不太好哈。Oh my god， 这边有点雾哎，很难过。我要拍一个流，你们那个手都看得到吗？我们到了。很棒吗？这个呀，哇，开心！啊，好看了吧？我们在上游轮了。啊，好看了！开心！而且今天我们来到这边了，我们阳光变超蓝、超漂亮。哇！也是身为九号人哦，真是第一次来到德沙路的。不管是浮潜啊，还是游轮啊，真的都是第一次。In case of any emergency, what they do, and they are. 哎呦，谢谢哦。想要帮说擦防晒，在下面留言，我们抽出两位帮他擦防晒。好了，擦背后就好。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现在来到上面了，上面的空间很漂亮。这边在做 hand massage。拜拜拜拜 ，I love the salo。你看他，哇，很烦啊你，马斯，到苏珊按摩时间啦。最爱的，哇，这边真的是很爽。你们是想要睡觉、啊？你来蒙是我晕还是想要睡觉？哦，真的很摇。阿嘎讲我很多安音，banyak安音。banyak 安音，你是 banyak 安音，没得。现在嘎嘎叫我趴着，他要帮我按摩。哇 ，OK， 这超舒服的，天哪、啊！OK， 这边有点小食物吃。哇哦！开始喽！来，这人已经不行了，不行啊，很晕哦，苍白想吐。我还吃了那个晕药嘞，我还吃了晕药，不是还不行。带你们参观一下，我觉得这是我史上住过最豪华的游轮，给你们看。它是直接一个床哦，然后这边是风景，现在很晒，外面有小小雨，可恶，还能坐在这边晕船，还可以休息一下，给你们看，就是这么的大。那边还有放一些产品在这里，就是等一下我们玩了水，我们还可以小窝，你知道吗？哦，打开我的新世界。好，宝贝。结束，一个天，完了，每个都是一个天了。我们要去玩水啦！等一下见哦，拜拜！我们下来啦，好爽啊！
说不行了。等我一下。刚刚他已经吐了，他已经吐了。你要放这，我觉得你要拍摄偶遇，看到这么死的。他的呕吐物，他的呕吐物。给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再回来。哎，你没有上了，宿舍该呕，整天没有上了，哦，我自拍，一粒球也没有上了。OK， 拜拜。我觉得有比较舒服一点点。去拿一点食物，太赞了！晚餐超丰富了，有巧克力，还有一个烤茄子，还有蟹柳。这边是我吃过哦，那种油田的食物最好吃的一件。还是虾，还是海鲜，行不行？这条眼睛来了。你的为什么做到的？你们是可怕的人类。我这个人哪特伟？你看这样，切切切切切切切，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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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浓啊这个。你们看起来很 enjoy， 你看的。刚才很多了。加。各位，苏珊开始疯了，她疯了几个小时了，但我忘记录完了，看。Johnny，OK，Daddy，Hey guys，Unfortunately， 你读 ，Fiona，Thank you for coming。苏珊伤心结束了。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What's your name, Andrew? Andrew。Oh, Andrew. Second round, no. Can you walk, Andrew? Can or not? Again, again. 来自九号王后的司机朋友，你觉得我们什么？你们真人比照片好看。Yeah！ 我们成功了。我们没有逼他来。我没有逼啊，发誓。我们点都是逼啊。发誓，发誓，发誓。啊，没有逼啊。我们再叫他讲了一次。对，他刚刚讲了一次，然后我们就讲可以 repeat 一次嘛。对。我们没有逼啊。没有逼的。你们可能是看我们降班了，但是看到真人不一样的。对。所以真人看见我们啊！这个瓜有在打劫的，可以找他。哎，他注意啊，这样子不对耶。